就把这个网友单挑是吧？那个谁邀请我单挑？单挑的话，我感觉射手比较爽啊。用黄忠不行。用哪个？用哪个？我用射手，用鱼。射手里面，我觉得布衣、虞姬。冲上香，虞姬吧，大长腿，对方宫本的话能不能克我的一技能？好像会克我的一技能啊。这宫本这个技能好烦哎，上次用那个李元芳，完全大招被宫本消没了，根本打不过宫本。现在这个虞姬的话，就怕他的一技能不知道会被宫本消掉，但毕竟我还能扛得住的，这个打起来的话应该会比那个，但好像因为鲁班好像也打过，鲁班二技能也能被他消掉，这一技能可能也会被他消掉。但我冲太快了，闷了。吓死他！单挑我感觉还行啊，不要蓝的那个更好，是吧？像他这就不需要蓝。会被他挡的呀，哎，我的一技能被他挡下来了。不过还好，我大招应该是挡不掉。又被他削掉了，好贱啊。我们要等他先换一技能。都没血了，他还冲上来，作死。没血不知道跑，哎，这个时候不敢跟他烂，他的大招也是，也不能小瞧是吧？大招开过来跳到我身上抓我一下，我后面就不好撸了，而且我这么点血，我还是补满跟他打。等他换完技能，我再换技能。他没拉到他，打我不痛。他拉了，被他削回来了，坑死了。我的一技能就被他直接捅回来了。是吧？这下不再跑了。等两下，等他过来了，我的被动，为他准备的。我
我要是写连环我就麻烦大了，可能会被撸死了。大招等于相当没用，没有大招你说多亏啊。没办法，他经济暂时没我好，还想跟我单砍，扛不死的。他不鲜花玉是吧？专想老想虐我，最后还是被我虐死了。再加我才有吸血之刃什么的，慢慢吸，慢慢吸，都不需要回去，血就回来了。我知道吸血还被出来末世了，末世有10%的吸血嘛，是吧？先带掉他的一个塔再说。放慢了啊，躲远点，等被动技能。我操，这会被他破掉啊！大招都能被他破掉啊！我们先回去补点血吧，再来，拆掉一座塔已经够了啊，慢慢来。经济看一下，我4500，大他一千，超他1000多是吧？我去，这样的被动技能也能被他撸掉。这个宫本的技能太嚣张了，什么技能都给他推掉了。还有子弹没被他推。哎，那子弹也能被他推啊！我操，被他挡掉。你看，子弹打都打不出去啊！兵临城下，还不给我出来？哎呦，还真出来！懂你，哎呦我去，这还能追得上来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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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刚好被他打了，家也没了，我回来救家也来不及了。这个邀请的就没有奖励是吧？嗯，好吧，先拿着算了。